谢谢你们，也要感谢我们辛苦的所有的植树人员以及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感谢。我等下把小唐那一边剪掉。这边呢，再次谢谢我们钢管小芳，或者是呢，在我们的摇滚车，不管是大台或者是小台的摇滚车哦，都有他们的踪迹。这个是算是近几年来我们庙会文化另外一。